京丽水半程马拉松将于3月26日在南京丽水区举行，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12000名马拉松爱好者将在这里领略江南无响地、百里秦淮源的独特魅力。3月26日，七载丽马金牌再续，相信有很多选手已经是丽马的老朋友了。当你在享受无响生态赛道甜蜜草莓补给的时候，是否有留意过丽马赛道的绮丽景致？今天草莓宝宝就带领大家开启丽马探秘之旅，让你知道丽马赛道上哪里可以拍出大片，一起来 get 吧。丽马实景之一百步云梯赛道2.5公里处，向右进入岔路便是连接着天池和古无响寺的百步云梯。这条全长约600米的山路从山脚延伸山顶，沿途松林郁郁葱葱，山溪瀑布潺潺流淌，还有众多古迹隐于山间，景色十分迷人。丽马实景之二，无响天池。无响天池位于无响山中海拔156米的吴王山上，面积约1.2公顷，水深近10米，是典型的火山地貌。地质学家经过考察称它是中国第四、江南第一天池。丽马实景之三，无响禅寺。无响禅寺位于赛道3公里处，背靠无响山，左依龙鸣山，右接虎山，前对毛家山，周围9座山峦环绕，犹如一座莲花宝座。这座古寺初建于6朝时期，是佛教在我国传播发展中较早建立的寺庙之一。丽马实景之四，一水之间。赛道5公里处为一片原生的水杉林，占地面积800平米，现存80多棵造型奇特的水杉树，高达20多米。明初大学士陶庵游无响山时将此地命名曰一水间，寓意一水之间蕴藏生命变幻。丽马实景之五，竹海大道。赛道6.8公里处便是丽马赛道极具辨识度的景致——竹海大道。翠绿的竹海在赛道两侧密布，枝桠交错，郁郁葱葱，愈发显得清幽禅意。丽马实景之六，山凹玉园。玉园坐落在距离赛道8公里处不远的山凹村，是一处历时4年打造的一座江南传统古村落，拥有周邦彦乐房区、尚书府大宅院区、戏台和牌坊区等众多青砖黛瓦的传统建筑群。丽马实景之七，梅花山弄。赛道9公里处将经过傅家边农业科技园，在这里可以穿越10里梅林，感受暗香浮动的美妙。稍显可惜的是，比赛时梅花花期已过，小伙伴们想要感受十里梅林香似雪的梅花盛景，可以在春节前后前往欣赏。丽马实景之八，空中草莓。草莓作为春日限定的甜蜜，在赛道15公里处的傅家边草莓园也能满足我们对于这份甜蜜的向往。这里草莓种类繁多，红颜淡雪、粉玉、红的、粉的、白的、橙的，甚至还有黑色草莓。而且这里还有一处特的空中草莓园，不用弯腰，随手一颗便是冬日里最为甜蜜的幸福感。丽马实景之九，诗画乡村。赛道16公里处便是有着水美乡村之称的丽水张塘角村。静静的池塘、曲折的亭廊、广阔的茶园和海棠花园，展现出一幅唯美的都市田园诗画乡村。丽马实景之时，倒影无响。从赛道18公里开始，赛道便围绕无响湖而设。无响湖也称无响寺水库，是无响山最大的人工湖泊。湖东南北三面青山怀抱，湖水清澄如玉，宛如一幅绝佳的山水水墨画。七彩丽马，一步一景，春日无响，等你发现更多丽水美好。